我悄悄的来了，我悄悄的走了，我又悄悄的来了。你还是走吧。我等一下。我最近发现我脸胖了，发现我有双下巴了都。给大家直播一下你的双下巴。你知道我上次我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上次这么说的时候，我说我发现有双下巴了，他们说其实你一直有。我气死了。啊，好难过。什么也别说啊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。哎呦，好饱啊！哎，我买的口红到了吗？我给你推荐一个口红。我要你今天给我用的那个。哎，把它送给你好吗？还是你自己买啊？就想自己买。你送给我吧。Okay, 你送给我吧。哎，我要举报对谁？我今天说他很喜欢我那个口红嘛，我说要送给你他，他说算了，我自己买。我说好，那你自己买吧。他说你不再客套一下了吗？我说啊，那行呗。那那个就持久度不太好，其他都蛮好的。对，这边真的很好看。对，老狐狸在。老狐狸在。谁说我老狐狸？有人说你老狐狸。我上去就是一个么么哒，上来就一个佛山无影掌，啊，佛山无影脚。卡吗？不卡吗？谢谢雷在玩手机呢，李清洁也在玩手机，你看看大家都在玩手机，你在看我直播？你在开直播呀？对，我在开直播。对，能不能放下手机，配合段奕璇吃点东西？能不能吃点东西？能不能把东西吃完了啊？能不能别玩手机？就是我对你们刚刚说的话，我气死了。我这个，我今天真的是玩手机配的段奕璇请了这顿饭吗？能不能把这火锅吃完啊？今天是你请啊？没有，不是。好了，谢谢段奕璇。不是，来，我们给您磕头了。磕头。今天就你请了。哇！我跟胡小辉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一人出200块钱，但是我觉得这桌超过200块钱。超过了，那我超过了，我就看你们付吧，好吗？所以我们两个要逃了，你们付吧。敢逃？我们俩请你们吃，你们付钱。绑起来啊！我们这个月好贵呀、啊，就来投奔你们吃点东西儿，来蹭我们中心住了是吗？对、啊，顺便叫公演就代表就是我们来的那个房费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厉害了，我们去骑。车吧，待会儿去骑车呀、啊嗯。好呀，先把那个豆皮吃完下。冷死我能。我感觉我也能冷死。来，我会冷死的。我说，我会冷死的。南北对话。怎么办、啊？这外面怎么这么冷啊？很冷，很冷，很冷。哎，等我回广州，我的口红也要到了，太棒了。啥时候回广州？哦、大概是20几号，24号。给我买票了吗？你想坐头等舱还是？哎，把你真的把我带回去吧。把你架的这些人都不要我。你有看过蓝天吗？这些人都把我杀掉。把你架在那个飞机的那个羽翼上，你自己在那翱翔。不要，你要相信自己有翅膀。给我买张头等舱吧。想太多。哎，你可以去现在当那个服务员，然后让他们免费给你带过去。我太矮了，那个要身高的。真的吗？空姐要身高要求的。高啊！空姐真的要身高要求的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你挺高的呀，1.4米来着的。我高点、啊。我给你推荐口红。哦不，我就要你给我的那支。哎，那个肯定也给你。哎，生怕不给你了，狗子。哼哼。你谁啊？生怕不给你了，狗子。哼哼。你谁啊？太卡了，真的太卡了。卡退了，这个直播就跟你的脑子一样卡的，跟你的脑子一样。嗯、哦，我嘴巴烂掉了，烂了吗？哎呀，昨天还被胡小辉打了，人家说那是我打的，那是被你打。所以你们这是家暴吗？要不要吃豆皮啊？吃喽！还把我牙打掉了呢。是你们吃，你们磕牙？啊、哦、不不，你们吃你们吃。门牙。不不，你们是客人，你们吃。哎，你看，你们是客人，你们是客人，要给主人夹吃的。我搞你啊，谢磊！是装的呀吗？哎，小慧多吸人，那么香，多吸人就会长身体啊！搞你啊！来来，还有这个，对选最多的应该给你，给我的室友。哇，我好感动啊！喜欢你，所以我就给多一点给你。啊，谢谢啊！我感动的要哭了，段什么段选？人都认不清。哇的一声哭了，是哇！皮口这个最肥的给你。为什么白的那不是酸菜？就很可爱、啊、你在侧面按着，哎，宝贝儿，肥美，会，小慧。
西红柿一样。那个叫少女果，你这个土鳖。这是小西红柿吗？我还想揍你。哦，那好像快点，你没但需要没了可乐还是没了。你要我打个盘子。那你去那拿盘子呗，你要可乐没了，你再叫一瓶吧。可乐还是冰的好喝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人叫常温的。哎，人家女孩子了，我怎么不喝了？我喝啊！这两杯谁喝出来？不会还是爸爸喝出来的？你这是茶，我在看就行。这个可乐，还有那杯也是可乐。蕾蕾呢？蕾蕾在玩手机，蕾蕾才懒得搭理你们呢。你们没有手机比段奕宏好看。是呀，对呀，不然呢？你以为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没你好看，我们看手机干嘛？你看我呀，我看手机里面有段奕宏，我看不见海丽一面。谢磊去哪儿学的？跟他学的，他最近学的。谢磊真的最近说话太跟太套路了，太套路了。我觉得谢磊磊，我没有这样的儿子。谢磊最近说话真的太套路了。对啊，我都受不了他了，太套路了。像我这么真诚的人，怎么有这种室友？是吧，谢磊？你别回去了。我就要回去。买你的机票换成单程。那我可以留在这儿找小霍啊，找青云啊，啊，找牛思聪啊，还有我的小宝贝儿小芝麻。恶不恶心啊你？啊，好。还有奶父，哎，我老乡老祥捡老祥，连夜里玩玩。老祥捡老祥，连夜里玩玩。天哪，能不能把他们带走，把谢磊留在这里？哇，好多圣女果啊！你为什么不拿两盆呀、啊？应该没有啊。为什么让他们切？上次让他们切了。吃啊！来，让他们切。别客气，段璇，这儿就像自己家一样，好吗？对，随便凑，随便坐，随便吃。我要吃番茄酱。我觉得这个炸里脊炸的不好吃。嗯，这个里脊不叫里脊，那个叫炸，叫猪肉。猪肉。我喜欢吃糖醋里脊。太巧了吗？我也是。我的牧尘。我跟你说，好多人，好多人说我抢了小牛奶的披风，那披风本来就是我的，只是首演的时候没到，然后这一场就到了。然后昨天刚好是小牛奶生日公演嘛，我就让给他了。昨天是我让给他穿的，怎么是我抢了他的呢？我是，哼。所以呢？想表达什么？今天我穿的那个披风，他们好多人说我抢了小牛奶的披风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很和善的，好吗？是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哼！哎，吃吗？你看我理你吗？现在灯光
我是不是刘海又长了？是啊，点那么多不吃。我刚刚已经说了多少遍了，我都已经下了，你们不吃，哼。是啊，吃完我们就走了。我不想走，我要住在这里。那你们骑车。好呀。我觉得我一出去可能会被冻死，你们慢慢骑。我觉得也是，如果我被冻死了，我就不去骑了。我现在穿着短袖呢，连短袖都没有。我穿着一个衬衫，我感觉我都要冷死了。小慧这个。会把微风吹走。哎，慧小慧，你在这垫上20个那个叫什么肚兜儿？你们不是说要这个叫什么围裙？要20个围裙，然后裹满，对，然后跟着你们头上一起随风飘的。没有，搜搜去找他同学玩了。对，本来想带搜搜一起来的，但是他去找他同学玩了。我会不会被警察叔叔抓起来？我帮我的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就是玩手机，这样子何必在一起呢？我这就是我想说的话。我一刚开始，我觉得大家，我觉得大家那里让你三个不玩手机，你们一直玩手机，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不然我就捂住你的嘴。哇，我们这照片出来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超萌的，你看看我的妆糊的一塌糊涂，好吗？这人好看就够了，好吗？就是好吧，这样整体看上去人我喜欢。你要一张好的照片，够亮照两个人。一张好的照片重要在哪儿吗？在于氛围。一张照片每个人都看着开心就好。真可爱。那为什么大家都坐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去看照片呢？谢谢。照片很可爱。哪有这么多人坐在我面前啊？主要是，我发现这个照片，牛聪聪这个坏家伙，拉着本宝宝头发，等他头发长长，我要还回来的。我觉得。你们大老远从广州回来，不从广州回来，从广州跑到这边来，结果大家坐在一起就是玩手机，这样不太好。真的吗？你又说这种话，你有资格说这话吗？我现在没在玩了呀。你现在这个不叫在玩手机吗？好看我没有在玩，我的手在动它，我没有在动啊，它只是手机摆在这儿而已。那我给它泡上去，你别玩了。看吧，我们吃饭就你一个人玩手机。我没有。我们现在你看有人拿手机吗？全都拿着筷子吃东西呢。我生气了，一个，两个。三个，突然曝光，哎，没朋友做了，我没有玩，我表情管理都没管理好呢，来管理好，来预备起，一个，我刚刚是这样的，贼怂，哦，手机没电了，待会儿，不行，这我接来的。我接来的，打起来，哼，这就是我接来的，哼，啊哈，佳佳，在看来是你，看来你借给他报，呸，不说。天哪，刘贤宝宝关注我了，我要回关他，小可爱，哎，来呀，一起睡觉啊。哦哟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我们去付钱吧，不然走了。去吧！哎，你好。像我这种贫穷人民需要打包。一个你帮我把那些东西打包吗？就是没有吃的那些都打包，还那个酥肉也打包，牛肉丸也打包，然后这个木耳也打包。可能只会给我们打包盒，我们自己打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自己打吧。哟，这几天唱的不错吧？唱的可好。你在看我呀？当然了，不然是看谁呀、啊？哎，所以你们这个是只有一个东东吗？不是，是我之前说买的时候问他要不要买，他不要买。啊，你们自己买的呀？不是，我们自己选的服装，让服装部买的。他说他不买，结果后来看他挺喜欢我的皮肤的样子，又是他刚好他生日不有，我就让给他了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谁来着？还有什么？啊？奶父？什么叫奶顿？哦，奶父。奶父。人家说什么呢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奶父吗？因为他又奶又富。奶。
都不笑。真的吗？完全相反。不是因为我们开玩笑说他又男又富。No no no， 完全相反。感觉他是一个很正经的人哎。No。他才不正经。清玉文哪个玉啊？我怎么打不出来？清玉文不是清玉文。清玉文。清玉。YU 那个。玉。玉。YU 不就是念玉吗？玉，清玉文。就是那个一个 Y 一个 U 念玉啊。玉，对，就是玉啊。他打的是韵，是 YUN。哦。哎呀，怎么还？你刚刚说清鱼。我不管、啊，我就硬叫他叫鱼。啊，你看这好。好晕啊！你的手机屏幕真的好晕啊！哪个玉啊？我根本看不清，为什么？你说我关注列表。哦，我瞎了。天哪！你怎么说的？就是他。就是、我叫高原静，谢谢你。他的表面有一层东西。啊，不是，这是防偷窥膜了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你从这个侧面看就是这样。我好晕啊！我晕。什么什么防偷窥什么？防偷窥膜。我真的哪有啊？真的呀。就是你这样看我手机，你从旁边看我手机是模糊的。你好晕啊！我晕死了、哎。真的耶！你把链接发给我吧，现在这不是我卖的，不是我卖的。哇，真的，别人给我的，别人给我的。还有防偷窥膜哎。就是别人侧面看不到你手机的内容。我很晕，我都瞎了，我就想你怎么受得了你手机？对吧？现在这叫侧面，每次我发手机刚刚他在后面想跟你讲话，然后就每次已经有大概八九次了。他啊，你怎么？然后我一看，哎，就在后面默默的注视着我。但是还是看得到你在干嘛，就是但是很晕，但看不清，很晕，我就觉得就是会晕，就是我晕一下我都不想，我不敢看了，我没眼看了。但是这个膜很不好，就是它不防刮。我这个上面已经有很多很多那个刮痕了。你看我的，哦，对哦，大家都一样哈，大家都一样。但是我用手机太不小心了。你看我的，我已经被吐槽过无数次了。在哪里啊？我根本看不到你关注。怎么可能？你往前看，我很早就关注他了。喝了几瓶酒，他们一直到我关注。我笑死了，我连可乐都没有得喝。你说 B J 轻就出来了，因为轻的很少的。哎呀，亲友太可爱，你生日也可爱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还有别忘了谢谢阿姨，还有别忘了谢谢蕾蕾，还有别忘了谢谢小慧和段段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别忘了谢谢狐狸，还有 Kiko 帮忙吃东西的，人家拿包裹，我们冒着体重暴增的风险来帮你们吃东西，真的，我都已经要减肥的人带你们出来吃顿火锅，你还吃火锅？哎呦妈呀！妈呀！我买条新裤子了。不要。那就酸辣木耳跟猪肉，来两个大包裹。哎呦，好饱啊！哎，好哈 ，sorry。再给您拿双筷子啊。好。好。啊，不用了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有一次性筷子吗？应该没有。小心。如果有那种一次性筷子，多难捡。我刚刚也拿起来。对吧？绝了，不稳。滴滴滴，很有钱。不，小心这里面有茶，就是要有茶才端得稳。装都装，我想宝贝儿，我觉得是你的这个充电线的问题。我也觉得，但是没办法了。哎呦嘿，再这样我不播了。拿着好吗？不，算了，没事，再这样我不播了，再倒一次。扶着手很疼的，404床大，可以睡很多人。我，哎，你们后天要出去玩吗？后天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还是明天呀、啊？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一。我好难过。我去考试，你们去玩。真的，再见。说不定真的睡得下我那个床。我是那两个床铺在一起。大包你带过来吗？打包袋，大的来两个。然后这个酥肉也想要打包，还有那个也打包。你打包完你要吃哦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拿到学校，我能，我天哪，就是人间美味啊！我的天哪。啊，好想吃鲜芋仙啊！我也想。这附近有鲜芋仙。我想喝奶茶。这附近有鲜芋仙。搞他刚刚在优糖就吃了，就是刚刚在优糖看到，然后不给吃，怎么？因为都要走了吗？没时间吃。对，要走了。我刚看到一条节俭的段，我不能忍，简直。
他刚刚非不让我打包，我说我打包打包给别人吃，他说有谁吃啊？没人吃。我说有人吃，我说我吃，气死我了。风过起云，但却带走不了我的伤心。过天气，只是在逃避。对，我就突然嗓子有点咳了。好黑哦，我觉得真的好黑，是灯光问题还是我真的那么黑啊？烦死了！我真的有那么黑吗？我想看一下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额头，你看这个眼睛，我黑眼圈有那么黑吗？我看一下我就能确定你是不是真的黑了。我确定是你的手机问题，对。我没有那么黑。是手机问题，不是我黑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么黑。我就说嘛，反正好看的时候全部是我好看，不好看的时候全都是手机。对对，这就是真理。酥肉打包，酥肉打包，酥肉打包。我就是那么臭不要脸。为什么要说自己臭不要脸？第一关和排骨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？地瓜和排骨，地瓜排骨丸。哇，好厉害哦！的相遇，像一次完美的邂逅，心跳在加速，暗恋红尘海守，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，经过千万年才会幸运的相逢。这一次恋爱的冲动，要怎么去相信？要怎么去证明？在这无中难言的爱情。恋爱开在这一季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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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在发票，没有跟我拍哦，还不用给你拍了，咱们俩就不拍了。经过千万年才会幸运。他们说老板怎么看我们的？我觉得老板当然是看美女一样看我们。你够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忍，我赶快走了，逃离现场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老板当然是看美女一样看我们。他会觉得这个怎么活得了？他们说我跟你。说谁是母亲？你呀？让他去死。母女。这一次。老妈，老妈的面。哦，谢谢，辛苦了。你看打包了，打包了两袋，所以说你刚刚还不让打包，哇这么轻你还捂着，天天打我，天天打我，大一个月，大一年。你打我的时候，我感觉我骨头断了，你知道吗？老板说店里面禁止卖艺，如果我卖艺卖得好的话，能不能省我顿饭钱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可以包吃包住哦，来买一个。啊，那这不就是什么？对，谢磊他们这次来北京，其实就是来北京卖个艺，然后挣他们的房费钱。对，谢磊他们就是因为要出外务嘛，然后没地方住，然后呢就借了我们的地方住，然后他们又没钱付，然后他们只能来剧场卖艺。说的好像跟真的是，喜欢我们才来的呀。对呀。哟，你怎么那么突然，那么油腻哦？谢磊真的变了，谢谢。太套路了，太套路了。以前可不是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像吗？磊磊的小孩。要懂得表达自己的心。对呀，要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不要藏着掖。那我要不要也学一下表达自己的？我做不来，我做不来，我真的做不来。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这样子的人，那一定是假的我。又说我胖了，那些说你胖的人就抓起来把他们杀掉。杀掉，我已经死了那么多次了，胡小慧我记你一辈子，我告诉你。啊，不要这个样子嘛，这是爱你的表现。哎呦。
对，完了，我今天没有跟你合照，我打算不跟你合照了，就这样吧，咱俩太丑了。在你的手机里啊。没电。那你就先不发嘛。没办法，那怎么办嘛？发电，啾啾啾，发个电。好吧。反正他们都不睡觉的。谁说的？人家也苦，犯个偶像，辛辛苦苦犯个偶像，结果每天不能够睡觉。都很晚。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都睡了，但是发现他们没睡。对，我没睡着一方。其实是你把他们吵醒了。其实有时候是真的会有那种特别提示的那种那个，还有。可以关掉了呀。但是能关掉的吗？他们就以为你不会吵他们啊，然后。不乖。对啊，然后就每次就关掉了，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吵他们了。所以我有时候就不敢了，不敢上微博了。真的好苦哦，觉得想要放松放松一下心情，早点睡觉，结果犯个偶像，犯的不能早睡。没关系，明天起来再看嘛，不着急。我想想，我早睡是什么时候？在学校的时候早睡的。对吧？而且他们需要早睡，像谢磊磊、高原静、李信杰他们真的是比我睡得还晚。平时开玩笑，你开玩笑。你开玩笑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昨天来了，我本来是9点钟就睡的人，你们昨天来了，我要捂住你的嘴巴。我真诚一点行吗？哦，不行。等会儿。哎，蕾蕾，我跟你的合照在哪里啊？在你的手机里。那这该怎么办才好？我发给你。啊，你在这个手机里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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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谢磊磊昨天他们来了，我是2点多在睡的，对吧？2点多吧。然后这两个人真的，我实在困得不行了。你跟高原静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才是困得不行的那个人，真的是不行不行，不要不要。我不是在玩手机。九点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买单吧。把这个放这里哦。高原静，来你来。小慧，我给你的备注是随便放。我哪知道你跟我的被子？你们打会儿扑克吧，我去付个钱。他们你居然记得！我有两个陌生人。真的超好吃，你有吃过吗？很好吃吗？哦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我那时候想在网上买，但是他们买到了以后都会碎掉，我就没有买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去看看。去吧，去吧。你这个充电宝还是那个芯片宝？然后里面有很大个。
爱你哟，爱我哟。那我去看一下。走了，我们出去吧，走吧。走吧，哎，我应该没有东西落在这儿吧？走吧。我今天学高原镜在这儿打了一椅，结果你看，自砸。哎，还是我。我学高原镜在我这儿打了一椅。谢蕾蕾，哦，这个光线好难看、啊，对吧？就照了脸上一熬一熬的，对，亏得我还一直在举。哦，这个光线好难看、啊，对吧？就照了脸上一熬一熬的，对，亏得我还一直在举，亏得我还一直在举，亏得我还一直在举。